主料玉米、鸡蛋、红萝卜，辅料白糖，一斤面粉、玉米淀粉，包好的玉米洗净，焯一下水，红萝卜切粒，加入适量面粉、玉米淀粉，加入一个鸡蛋，白糖搅拌，电饼铛加热，加油，模型摆上，装一勺到模型上，两面煎金黄色即可，装盘，玉米香甜，有点韧性，很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